的，咱要请红团的。红团的所要讲的题目是：这是咱的教会，这是咱的教会。咱就时间红团的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今仔咱会当伫遮做回礼拜。今仔日我所甲大家分享的经节，是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第十一节甲第十六节。约翰·加里伦伊捌讲过，伊真喜欢《以弗所书》，为虾米？因为伫这内面，提着真侪有关教会的教示，提着真侪有关教会的教示。伫保罗在写《以弗所书》的时阵，伊提着一个真重要的观念，就是爱合一。当恁若合一的时阵，你会当将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甲人甲人之间的关系，变了搁较亲密，变了搁较亲密，互人学习着过着和睦的生活。这个团体就是教会，这个团体就是教会。今仔日我所讲的题目是：这是咱的教会。这是咱的教会。通常，阮甲咱这两个即句即个台语的称呼真复杂，我一直甲去神学院才分辨阮甲咱差伫倒位，因为这是一个真水的台语，是一个真特别的台语用的方式。如果我讲阮，那安尼，咱是无共款的。但是如果我用咱，那安尼咱是全部的。比如讲，我今仔日讲，这是阮的教会，那安尼，即马咱的都毋是共款。总是我来讲，这是咱的教会，那安尼咱今仔日拢同齐伫永和教会内面。所以，阮甲咱是一个真特别的方式。今仔日，咱拢诚做一家人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伫上帝的厅内面，咱拢诚做一家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年咱的永和教会已经54岁啊！咱的永和教会已经54岁，感谢上帝的恩典。透过伫54年前，真侪大道的勇士，真侪起造的勇士，将咱的永和教会建立起来，互咱伫这内面诚做兄弟姊妹，互咱伫这内面咱的信仰。伫只内面得到成长甲坚固。今仔日咱也感谢上帝，拣选咱正做永和教会一份子，互咱伫即个大工程内面，咱互相帮衬、互相相听、互相扶持。今仔日的经文十一节甲十二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伊所受属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甲先生，为着要互信徒招聘来做初因的工，起造基督的身躯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第一点，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咱伫这个家庭内面，咱来彼此照顾，互相服侍。咱伫这个家庭内面，咱来彼此照顾，互相服侍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对方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真侪别人的帮助。伫圣经内面，咱来讲，伊讲无人为着家己来活，无人为着家己来活。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恩赐，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个性，为的是啥物？互咱彼此互相、互相帮衬。上帝的奇妙真奇妙，伊的创造真奇妙。当伊创造咱的时阵，咱就无同款。所以，咱需要互相互相，咱需要别人的成全，互咱的上帝国的福音传扬到无同款的所在。咱伫旧约内面。咱会当真清楚看到一个服侍团队，安尼观念伫旧约内面，咱同款会当看到。伫旧约内面有真侪人，伊嘛有无同款的文书，伊嘛有无同款的文书。透过这文书，负担起起做上帝的家。今仔日咱看这段经文，咱知伫。历代志上有提到真侪无同款的服侍。伫历代志上，伊提到讲，有人管理器皿，有人管理真侪圣所的器具，也有人为着安息日准备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历代志上段第甲章17节甲27节，佫提到其中各门
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侍。除了顾门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侍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伊讲有一个卖厝的专门的顾问，伊就决定伊要去做一张名片，然后伊会当分给人。所以当伊要去做这张名片的时阵，伊就甲迄个印刷厂讲：“我要做一张名片，请你甲我印做，我是卖厝的专业顾问。”然后几天以后，伊就收到名片。收到名片了后，伊的名片印做啥物？伊的名片印做卖厝的专业顾问。这个人，伊就真生气啊！伊就想讲：“你哪会甲我印唔到？”到尾，伊就讲减一个扣。然后三天了后，伊阁收到名片，变作专业顾问扣。所以咱知今仔日。连一个顾问的，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服侍。通常，咱拢会将顾问的看作迄个地位较低，总是咱知伫咱的工作内面，只要是合上帝心意的工作，无一项是会分地位的关系。伫咱的服侍顶面嘛是同款，今仔日咱拢是咧建立上帝的家，咱拢是咧建立咱的教会，互上帝国伫咱的教会会当实现。更加重要的是，透过咱无共款的温素，咱伫即内面互相帮助、互相服侍。当咱伫教会的事奉内面，咱就亲像咱咧参加篮球队，咱拢是共一个团队。今仔日咱即个团队若是输啊，安尼咱就输啊。今仔日咱即个团队若是赢，那安尼，咱会当当受这个荣耀，咱会当当受这个荣耀。所以有一天，你若发现你的同工需要你的帮助，需要你的鼓励，那安尼，你要尽量给伊扶持，尽量给伊帮助。你唔通袂记咧，咱是同一个团队，咱是同一个团队。伫经文第十三章安尼讲，伫到众人伫神以及把上帝的囝来合一，到成一个完全的人。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成长一般。第二点，我所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咱来同心合意，咱来同心合意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当撒旦因咧开年度的会议的时阵，因咧讨论讲要安怎破坏教会的合意。后来，因咧撒旦的领导者就站起来做一个结论讲。亲爱的撒旦，同工，咱为着要破坏教会的合一，那安尼，咱一定爱团结，咱一定爱合一，才会当破坏教会的合一。所以咱知，连撒旦拢知影爱合一，来破坏教会的合一。那安尼，咱搁较爱合一，来抵挡撒旦的破坏，来抵挡撒旦的破坏。不管是伫咱的信仰上的合一，也是伫咱生活上的合一。拢会真多，咱的气力甲咱的帮助。伫第三章、第四章的第三节，保罗也安尼讲着，伊讲爱第一修信心所修饰的合一，爱第一修信心所修饰的合一。神学家卡尔巴特伊嘛安尼讲过，伊讲教会是统一的，教会集体袂当互相分开，教会集体袂当互相分开。如果若集体互相分开，那安尼，迄个机体就无完全；那安尼，迄个机体就无完全。所以，咱要第一努力保守教会的合一，保守这个合一。有一个国王，因向大家宣布讲，伊要带竞赛，伊要带竞赛。后来，足侪亲人就来报名，伊拢想要做国王的竞赛。当迄天要选竞赛，迄天真侪人拢来参加。后来，国王就讲。即摆你来当游到对面迄个岸，去救我的查某囝，伊伫迄个对面的小岛顶面，你就会当做我的囝婿。总是伊伫迄个湖内面，伊饲真济，伊饲真济烤鱼哦，伊饲真济烤鱼。后来有真济亲人看到这烤鱼这么歹，拢唔敢落去。总是过无偌久，就听到扑通，哇，一个人跳落去呢，伊所真真来游游游游游游游。感谢主，伊就平安到着迄个小岛，也救到国王的查某囝迄个公主。后来国王就随派一只船仔，甲因两个接转来，然后就甲迄个青年人大声哭讲：“嗯，你安尼才有资格做我的囝婿。”
不过我要请问你，你是安怎来遮勇敢？后来，迄个亲人就讲，其实我嘛真想要做你的囝婿，啊，不过我看到考试的时阵，我实在真惊。但是因为人真多，无说你，我怎互人送落去？后来我就落落去，总是等我落落去的时阵，我知影我有一个目标，我有一个愿望，我就拼了命。感谢主，会当予伊平安到迄个小岛顶面。今仔日咱拢诚做应福教会的一份子。当咱合一的时阵，当咱互相服侍的时阵，魔鬼嘛安怎？伫后壁咧等，伊伫后壁咧等，要破坏咱安尼遮尔三听。伊伫后壁咧等，要破坏咱遮尔合一。就亲像迄个少年人，当伊咱落去水内面的时阵，有真侪苦皮伫后壁咧甲伊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知伊保守信心所赏赐予咱的合一。因为咱有一个目标，咱有一个愿望，咱的愿望在伫主，咱的目标在伫保护咱所有厝内的人，予咱家己、甲厝内的人拢莫受着伤害。为虾米保罗遮尔强调合一？因为伫伊有所的教会，每一个人对信仰的看法拢无共款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因会引起真侪纷争。保罗知影，伫教会内面，若有安尼的纷争，有安尼的比较，有哪安尼计较？那安尼，这间教会就无法度合一，所以保罗提醒因爱合一，伫到真人伫神以及把上帝的子儿来合一，成做一个完全的人，互基督的肢体会当建立，互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这个祝福。其中上重要的就是爱甲主耶稣基督结连，其中上重要的就是爱甲主耶稣基督结连。如果咱用一句话来形容伊弗所书。那安尼真简单，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。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保罗想要提醒所有伊有所有人民，互因知影，基督才是教会的头。今仔日头袂当无身躯，身躯嘛袂当无头。如果因两个分开的时阵，敢若会当得到一个结果，就是死亡。如果两个分开的时阵，敢会当得到一个结果，就是死亡。今仔日咱每一个人咧活动的时阵，拢是靠着咱的头，因为脑神经的传输，互咱每一个人会当自由运动。总是当咱的头若受伤，那安尼咱身体的运作就爱暂停。伫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安尼讲，讲到有伊的囝就有我，无上帝的囝就无我。有伊的囝就有我，无上帝的囝就无有我。今仔日，当咱甲主结连的时阵，咱就领受新的生命，咱就领受着新的生命，咱就有新的愿望，咱就知咱要安怎做。有一篇文章讲到，美国的病院当伊发生火灾的时阵，第一个爱做的是啥？紧摕水来甲遐个火甲伊压化。总是当伊去消防设备甲遐水管拖出来的时阵，全无水。后来，因爱用活水的，把遐个火解压化。当伊事后做检讨的时阵，是安那迄个水无法度流出来，是安那迄个消防设备虽然放伫应该放的所在，但是伊无水，因为当初咧起造迄间病院的时阵，因验收头工检料因无通过，迄个消防设备根本无甲迄个水源接开，所以当伊倒火的时阵，因摕迄消防设备来，总是。无水，总是无水。今仔日，咱的性命嘛爱甲耶稣基督结连，咱的性命爱甲耶稣基督结连。当咱面对着困难的时阵，当你面对着真生气的时阵，你会当为耶稣基督遐领水来，然后将你迄个生气的火甲伊压压来，甲伊压落去。甚至你会当将你的困苦、将你的烦恼、将你的担心、将你无好负面的思想，拢用遐个水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唔通忘记咧，有伊的囝就有我，无伊的囝就无有我。所以咱来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咱来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互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拢有勇气去面对。因为当咱甲伊结连的时阵，咱就领受着力量，咱就领受着快乐。最后，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咱来伫这内面互相三听。互相接纳，互相相听。伊有所教会有真侪优点，但是如果咱读启示录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，
伊伫优点内面，伊嘛有缺点。伫启示录安怎讲？基督对伊有所教诲讲：我知你的所行，甲你的着话。吞论遐个最歹的人，你也袂用阮伊遐个家己讲，家己讲是使徒，其实毋是你捌试验因，知因是白贼。你也有吞论，嘛为着我的名，忍受无亚神。可惜主继续对伊讲，但是有一件代志，我要责备你，因为你离开迄个起头的天。耶稣基督提醒伊有所教诲，爱会记得，毋通去。袂记得迄个起头的听，唔通袂记得迄个起头的听。通常，咱袂当好认真安尼看一项代志的时阵，咱拢会用咱第一摆看到迄个印象来判断好甲歹，也是分别迄个是好的，也是恶的。分别迄个是歹的，也是好的。所以当咱咧看一个艺术品的时阵，咱嘛通常会用第一的印象去看迄个艺术品。总是迄个第一的印象的，因为咱的家庭、咱受教育的方式、咱的环境、咱的价值观来改变。譬如讲，咱即摆看一张蒙娜丽莎的微笑，大家的感觉是啥物？有人有讲过，伊的笑亲像梦共款，遮尔迷人。啊，毋过嘛有人讲过，伊的笑看起来就真神秘，敢若有真侪秘密会当去学。不过嘛，有人讲过，伊的笑亲像歹人共款，予人看着感觉惊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每一个人的看法拢无共款，总是伫无共款的看法内面，咱来彼此接纳，互相相听，予耶稣基督的听真正充满伫咱的教会。有一位流浪汉，伊来到教会的时阵，因为伊无啥钱，所以伊穿的衫无真清气。嘛无真整齐。当伊来到教会礼拜的时阵，伊坐伫礼拜的椅仔顶面。所有的会友伫礼拜结束，拢去甲牧师讲：“牧师，请你去甲迄个流浪汉讲，请伊后面穿较体面的来。”后来，迄个牧师就真正去甲迄个流浪汉讲：“请你后摆会当穿较清气、穿较体面的衫来教会。”迄个流浪汉就甲牧师问讲：“牧师，请你甲我答，安怎穿才是较体面？”彼个牧师甲伊讲：“你会当回去甲上帝祈祷，伊就会教你安怎穿衫。”后来，彼个流浪汉就回去祈祷，伊甲牧师点头了后，伊就回去祈祷。下主日，彼个流浪汉过来，同款穿顶礼拜迄束衫。会友看到了后，佫邀请牧师，甲牧师讲：“牧师，请你去甲伊讲，叫伊后面爱会记得穿较体面。”牧师伫礼拜了后，就去甲迄个流浪汉讲：“你奈，你无转去祈祷吗？无，你奈阁穿顶礼拜迄束衫来。”流浪汉就甲牧师讲：“有，我有转去祈祷。毋过上帝甲我讲，伊嘛毋知要穿啥，因为伊毋捌来过恁的教会。”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来予上帝的听充满伫咱的教会，予每一个人来到咱的教会的时阵，拢感觉。这是一间有听的教会，在这间教会内面，咱拢成做一家人。在这内面，咱彼此接纳，互相互知，彼此相听，互上帝的听充满在咱的教会。咱若互上帝的听充满在咱的教会，你会发现，咱的教会是无同款的。当咱将上帝的听放在咱的手传出去的时阵，你会发现你是快乐的，你会发现你是快乐的。在耶稣的服侍的顶面，你会当看到，伊用完全的听来听所有的人。有人甘的时阵，伊甲伊听；有人想要反对伊的时阵，伊甲伊听。甚至当有人听、有人甲伊拍的时阵，伊嘛甲伊听。迄个甲伊定伫十字架顶的人，伊嘛用完全的听听伊。所以，咱来求圣神帮助咱，将这个听藏伫咱的心内。予咱真正会当为主做见证，将伊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。最后，我用一个淡水教会的故事做结论。伫有故事的世界灵魂宣言内面，有提到一篇文章。这篇文章是安尼写，伊讲有一个夫妇，伊对加拿大来，然后伊特别去淡水教会。伊去淡水教会做啥物？去往淡水教会的庄仔，
但是到尾庄仔起甲真水，因拢是用红砖建成。后来伊就去摸迄个庄仔，当牧师看到迄对夫妇的时阵，甲迄个夫妇对话，甲伊问讲：“你哪会来？”伊讲：“当伊细汉的时阵，妈甲医生转去因的国家募款的时阵，拄到迄个囡仔，拄到伊细汉的时阵，甲伊讲：‘你手内面揢迄个一角银，会当摕来去教会。’”你手内面揢迄个一角银，会当摕来去教会。迄、那个当伊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将伊本来要买糖仔迄个一角银，摕来去教会。因为妈甲伊先甲伊讲，迄、那个一角银会当买一块砖啊。所以当伊大汉了后，当伊年老的时阵，伊就带伊的太太来看伊以前迄个一角银买的迄个砖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的手、咱的心，拢爱当心合。这个夫妇甲玛雅高医生，伊有一个同心，有一同款一个心志，因就是要建立迄个教会，因就是要建立迄边教会。好，淡水教会伫1872年传福音传到现今。今仔日教会的根基就是甲主结的，互咱每一个人拢同心合意。回顾咱教会的历史，咱嘛知，咱的教会捌经历火烧，伫迄上困难的时阵。咱的前辈献金献力，佮将咱的教会顶起起来。今仔日，咱嘛爱有一个同款的心志。伫传道书4:12安尼讲：三苦的锁无紧紧长。即句话唔来用伫夫妻的关系，也用伫教会的关系。今仔日咱拢在追求一间健康的教会，总是一间健康的教会是安怎？是因为甲主合一。伫即个合一的内面，咱会当行出。耶稣基督的家世，在这个合一的内面，咱会当活出基督的模范。在这个合一的内面，咱会当用听来成做别人的帮助。当咱同心合意，有同一个心志，那安尼，咱就会当将上帝国落实在咱的教会内面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我来提拜上帝，我感谢你。在54年前，你找派最侪勇士建立英国教会，我相信你的听将来就唔捌离开我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提醒我合一的重要性，也提醒我更加重要的是甲主连结。特别是我生活伫这个充满混乱甲欺骗的世界，我更加需要对你遐来的真理，成做我的帮助，予我伫受迷惑的时，我犹原徛在。予阮透过兄弟姊妹互相的扶持、接纳，领受到这个温暖的疼，也予阮伫失望、失志的内面，知影有人咧为阮来祷，有人咧支持阮，也有人鼓励阮。祝阮也相信伫未来每一天，你拢会继续带领阮的教会，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予阮一世人拢甲主同行。往外所做、所行的，也会当荣耀你的名。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